这个世界啥最贵？钱吗？钱买不了金山银山，钱换不回流逝时间。房吗？房子再多只住一间，身体不好一切玩玩。这个世界啥最好？请吗？陪你吃你就是珍宝，厌你时你就是瓦砾。缘分聚散身不由己，谁会陪你一路到底？身体最重要，性命最珍贵，没有了好身体，干啥都力不从心，没有了好体魄，感情都会是负荷，没有了好健康，一切都成了泡影。现实的社会，你我都有压力，早出晚归的你很少将自己爱惜，忙忙碌碌的你很少去锻炼身体，奋斗不息的你根本不为自己考虑。生命只有一次，错过无法重来，你一定要学会珍惜。缘分聚散不定，无人常伴身边，你一定要爱惜自己，珍惜生命。凡事破事不考虑，流言蜚语不烦恼，是非那段不计较，奉承讨好不需要，不在乎你不珍惜，不喜欢你不搭理，珍惜生命。喜欢的事就多做，健康的事别不做，与人相处有诚意，好好说话别生气，帮人咱就帮到底，心安理得做自己，珍惜每份感情，是真心好好相处，不负人不累己，得不到就不要，过去的学会放弃。这辈子命最贵，没有啥能贵过它，你要记住了，保持乐观的自己，别轻易受谁影响。再忙的锻炼身体一定要坚持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，别忘了按赞哦。